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556页，倒数第二行，从最后一句看起，菩萨舍所食物，生利欲想，欲求诊娱乐因缘，故嗔恨心薄，名修慈想，以此布施功德，回向无上道，则痴心薄，是名不痴想。今法藏大师不起三恶想，立诸烦恼。菩萨布施，一切物都可以施舍，不但身外之物，乃至于身体，我们在大经上读到，头目脑髓，没有一样不能布施。只要众生真的迫切需要，菩萨没有吝惜。布施没有任何需求，也就是没有任何条件。平等的布施，清净的布施，这是利欲。与所求者，有人要求，他得到了，他就快乐。他就能够免除痛苦。佛菩萨的布施是以法布施为主，因为法能令众生觉悟。财布施是辅助，让他生欢喜心。让他欢喜接受菩萨的教诲。那么我们就知道，菩萨的财布施是属于四摄法，法布施才是真的，才是菩萨真实的布施。那么于求者呢，娱乐的因缘，让他离苦得乐，所以嗔恨心就没有了。有嗔恨心呢，就不肯布施了。欢喜帮助众生呢离苦得乐，这是修持。那么以此布施功德，不求自己的利益，把这个功德回向无上道。通常大乘教里面讲的三种回向，回向菩提，就是回向无上道，回向众生，回向实际。回向实际是回向法性，那么这就没有痴心，痴心不，这不痴想。今法藏大师，法藏
是阿弥陀佛没有成佛之前的称号。啊，法藏比丘、法藏菩萨、法藏大师。啊，那么他所修的48愿，愿愿都是布施。啊，愿愿利这三种物。啊，愿愿都是利物。所以利诸烦恼，这是内心。再看底下这一句：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这是讲的外缘。你看内心没烦恼，又能够远离外缘。不着呢，是不贪着，啊，不是不接触，不接触啊，什么都不能做了，啊，接触而没有贪念，这叫真的不着，啊，我们讲不执着，不分别，啊，真正到一切法不执着了，这就是阿罗汉。如果真正到不分别呢，那这就是菩萨。啊，不起心不动念还是接触。接触能到不起心不动念，这就是佛。啊，在佛的境界，确确实实是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。啊，坐与不坐都是无上道。无上道就是自性，就是涅槃。啊，坐跟涅槃相应，不坐跟涅槃也相应。啊，这才是真正无上道。所以不着了是不贪着。色等呢六尘，啊，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六尘。下面有个简单的解释。啊，第一个色尘。一切形色，形是形状，色是颜色，啊，比如说青、黄、赤、白，这是色。种种形象呢，大小、方、圆，啊，这是形象。啊，那么这是我们眼所见的，啊，称之为色。那耳所闻的呢，叫声尘。啊，耳闻的，一切音声。啊，听到很优雅的音乐，或者是听到很难听的噪音。啊，总而言之是耳所闻的，都叫做声，这是声尘。三者相称，鼻所闻的。啊。有焚香，也有恶臭。啊，那么这些气味，你所闻到的气味，鼻根所对的这个对象呢，就是相尘，啊，统统叫做相尘。第四，舌根。啊，舌根的对象。我们在饮食里头，酸甜苦辣咸，这是味，都属于味尘。啊，没有这些味道，淡的、清淡的，啊，也是淡，也是味尘。啊，第五个是触，触是身体，啊，身之所变者，例如细、滑、粗糙，啊，我们身体接触外面的境界，啊，接触到的人，接触到的物，啊，树木、花草、山河、大地，啊，我们身所接触到的，啊，寒、热、温和，
这都是身体所接触到的，啊，这是粗尘。第六个呢是发尘，发尘是念头，是思想，啊，是一根所对五尘分别好丑，而其善恶诸法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讲的五尘落谢影子。啊，第六意识是缘这个，缘这些呢，它起分别，起分别，前面这个五根呢不起分别，它只是接触，没有分别。谁分别呢？第六意识分别。谁执着呢？第七识执着。啊，前五根没有分别，也没有执着。啊，所以分别执着是第六、第七，啊，第六、第七是最麻烦的事情。啊，我们修行修谁呢？就是修第六、第七。啊，像宗所讲的，转识成智，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，转第六识呢为妙观察智，这两个一转。第八识就转了，所以转识成智八个，实际上用功夫的就是两个，第六、第七，就分别之处。啊，这两个是因上转，第八跟前五是果上转，只要因一转了，八识跟前五识自然就转了，就跟着转了。啊，所以。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。修行在哪里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。离开生活到哪里去修？没地方修啊！啊，怎么个修法呢？就是让第七识不执着，第六识不分别。啊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这真修行。啊，不是离开呀，离开没有用啊！啊，你看，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啊，真的练练功夫，练不分别，练不执着，分别执着淡一分，我们的功夫就提升一升一分。啊，一定要在境界里练。离开境界到哪里去练？啊，所以古人说，找一个深山，找个山洞里面去住，没用啊！啊，住上十年，一下山遇到了又起分别执着，那有什么用处呢？啊，所以古人讲啊，水池里面开的莲花不稀奇啊。啊，哪里的莲花最稀奇了？火中的莲花最稀奇。这就说明，人要经得起磨练的，没有经过磨练不算呐。啊，没有看到钱的，我不贪财，那不算呐。啊，财摆在你面前，你真的不动心，那才叫不贪。啊，没有那个高的位置，哎呀，我不贪名位。啊，如果那高位置找你了，你想不想？啊，今天请你去做个部长，那个地方请你去做总理，你想不想干？啊，得有境界来模拟，境界现前，真的不懂。啊，怎么样才能不动呢？确实，经教帮我们很大的忙。我们没有经教的帮助啊，做不到。啊，所以世间人很多人根本就不相信，你能不动心？
啊，这个有道理的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对明文理能不动心吗？他经过考验的，他是王子出身，不出家做国王。那这就是他对于地位、权位不动心。那、啊、过往富有啊，中国人所讲啊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。啊，这是真的是对明文理养不动心。啊，可是做了帝王一样，他还是舍不掉，放不下了。他怕他的位置被别人夺去，天天还提心吊胆的防范着。啊，这个就是，这就是放不下。在这个位置上，他也贪念；不在这个位置上，他想要。啊，真正放下了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法，做样子给我们看，真放下了，啊，地位放下了，名放下了，国王放下了，利益放下了，啊，财放下了，啊，他做王子的时候有妃子有王妃呀，出家了，放下了。啊，有个儿子，亲情啊，也放下了。他真能放得下，他教我们放下，我们才相信，我们才没有话说。啊，跟他比比，确实不如他。他要没有放下，他讲谁相信啊？啊，所以。佛到世间来教化众生，为什么要示现在皇宫，身份是王子？为什么？就是表演给大家看。你看，你们要争的王位啊，你们争的，我有了不要了，说明佛法比国王还要高啊！学佛人的享受。比国王大臣不知道要高出多少，啊！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没有说做国王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没有这个说法，啊！没有说大富长者拥有千亿万亿的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没有。为什么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？啊，这个说明了学佛的确，他是超越了。啊，人生在世，物质上的条件太简单了，每天吃饱了、穿暖了，有个小房子居住，你说多快乐？啊，早年我在美国，我看到很多同学到美国去都买大房子。我的感触很深，啊，什么感触呢？可怜呐，那么大的房子，你要伺候他，你不是享福啊，你是在折福啊。好不容易，美国工作的认真，每天8小时，一分都不能少，啊，你少了，人家就不要你了，啊，就把你开掉了。为了保持工作，一定要拼命去干。啊，一个星期2天休假，2天休假回来干什么？整理花园，打扫房间，你看给房子做奴隶呀。那雇人雇不起，美国的人工论小时算的，一个钟点多少钱？啊，舍不得雇人，自己干。啊，干得精疲力倦，你说有什么意思？啊，大房子真住的享受没有，既早起来就上班，到晚上天黑才回来，
就是睡个觉而已。你说何必呢？啊，那个小房子多自在啊。我在美国也有个房子，买了个小房子，啊，一房一厅，啊，半个小时打扫得干干净净，那这才舒服啊！啊，所以人不知道享受啊，啊，都跟人家比，他那个人房子大，我比他还要大，啊，没有想到那个人付。这个打扫很辛苦，我比他更辛苦，啊，这有何必呢？所以，你把事实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就不跟人争了。啊，只有与人无争、与事无求啊，才是最高的享受啊！只要你还有争、还有求，你没有满足啊！啊，古圣先贤常说啊，知足常乐。人知足了，快乐了，那就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佛教我们知足啊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就是满足啊！满足就是最高的享受啊！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啊，所以下面第六这个法尘，啊，为一根对前五根分别好处。前五尘落些因子，落在哪里呢？落在第六意识的见分上，啊，相分上，落在这里相分，落在莫那时的相分，莫那的见分缘他的相分，第六意识的见分缘他自己的相分，在那个地方起分别，起执着，全是虚妄的。啊，这个说明什么呢？不但外面色身香味触法是虚妄的，那是阿赖耶的见分呢、相分呢、啊我们的意念想念是属于阿赖耶的见分啊，可是它起作用呢，起作用就变成了摩那识第六意识啊，都是以阿赖耶识为本识啊，它是个虚妄的，它不是真实的啊，所以经上告诉我们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有八识是个虚妄，八识的见分、相分，当然是虚妄。啊，真实的什么？真实的是八识的自证分。自证分是真的，自证分是真如，是自信，那是真的。一真起妄啊，真自真分是自性里面的一分般若智慧，那是真的啊。所以一切现象都是真妄合合。你要知道哪一部分是真，哪一部分是妄啊。譬如我们讲这个五根。你看五根，眼见性，眼识，见性是真的，眼识是妄的。
啊，见心能见，眼识也能见。但是见性不通过八识，那就是诸佛菩萨。凡夫呢，六根的根性，变成了六识，听命于八识。八识是烦恼，八识里头有贪嗔痴慢，啊，八识里头有是非人果，所以就迷了。楞严会上，佛教给我们舍识用根，啊，意思就是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从早到晚，待人接物。我们用六根的根性，不用六根的六识。这话说的一点不错啊，谁能做到？凡夫做不到啊！不但我们凡夫做不到啊，二乘做不到，全教菩萨做不到，太高了。那是法身菩萨才能做到。啊，古大德注解用天台三指三观来解释楞严经。是低了一层，但是人可以做得到。啊，教光法师提倡的舍识用根，没错，是楞严经的本意。佛是这个意思，那是法身菩萨境界，不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。啊，但是这个经是原教，是大乘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后面真正利益一切众生。还是观世音大势至的法门，观世音耳根圆通，大势至的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才圆满了。如果没有这两门，那经太高了，中下根性的众生不得利益，有了念佛法门。就普度了啊！这念佛是无比的殊胜的。又此六尘中，如男女之美容，四诸各有之乐音，旃檀与男女的声香，饮食。种种的美味啊，衣服啊，这个衣服的质量啊，款式啊，身份柔软细滑粗粗，戒令众生贪着其事不得处理啊，这谁知道呢？佛菩萨知道啊，所以佛菩萨跟我们的实现衣着非常简单，就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过这种生活啊，有时候国王大臣有花园别墅啊，礼请
佛去讲经说法，大家都住在这个里面。啊，这是偶尔。佛做这种受这个示现，说明佛不固执，佛很随缘。啊，没有坚持啊，我一定要怎样的，不是的。啊，自己决定不见道场。啊，连个小茅棚他都不要。啊，树下一宿。同时也说明，真正修行人身心健康，他体力好啊，一年到头过这个，他不生病啊。啊，我们凡夫受不了啊，啊，他能够受得了。啊，种种示现里面含义非常之深。人是大自然界的动物，啊，观察动物的生活，人是动物之一种，也应该像动物一样的生活，啊，但是人有智慧，人有理解，人断恶修善，人不断向上提升。啊，那么佛这些种种这个示现，还不是叫我们礼遇念佛吗？是今法藏菩萨内无我想，就是没有我念。啊，例子举得很多。我们也不必这么麻烦，我们只要念头归阿弥陀佛，念念不舍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这个念头，善中之善，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。啊，只要抓住这一善就行了。这善是独善，前面我们学过的。啊，外力或因不着六尘，外面六尘现象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。啊，性相、离事、因果。全都了解，这个不容易，一般人做不到啊。啊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做到？就是没有离开经教，每一天学。啊，要天天学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染污时间太长，染污的太重。无世界来，在六道里头搞生死轮回，习气很深。如果不读佛经，就忘掉了，很容易忘掉。一忘掉，什么老毛病就发了，啊，贪嗔痴慢全起来了，五欲六尘通通攀缘了。啊，这么一来，这一生堕落了，还是要搞六道轮回。我们今天深深知道六道轮回的可怕了，六道轮回真的不能再搞了。极乐世界好啊。是个非常好的修学理想的地方，啊！阿弥陀佛，这个好老师，慈悲到极处。你看看经上讲的，无逆受，毁谤大臣，这都是最最严重的罪，没有比这个更严重了。啊！可是怎么样呢？
只要忏悔，只要认错，只要一念真心念阿弥陀佛，统统能往生。不但能往生，品位都会很高。这个叫我们很难相信呐、人造这么重的罪业，为什么一往生他品位那么高？他往生最后那一念要是真心就高了。真心是什么？妄不敌真，邪不敌真。这真正的心的能量太大了，叫你什么？叫你上上品往生的。所以往生品位是在你的心呢。欧益大师讲得好啊，品位高下在乎功夫的浅深，不是念的多少。什么是功夫呢？你用真心还是用妄心？你用妄心念佛，往生极乐世界品位低；用真心念佛，就算是念一生，品位都不可思议。为什么？它真，一真一切真。妄心念佛，一天念十万声，念了一年了，往生了，品位并不很高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懂了之后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用真心待人，别人骗我没关系。为什么呢？他搞六道轮回，我要到极乐世界，我们两个去的不一样。他搞他的，我搞我的，我们两个不相干。所以用真心呢，眼前好像是吃亏呀，来世占大便宜呀。一定要记住啊，诸佛菩萨用真心啊。我们想加入诸佛菩萨的俱乐部，入佛菩萨的境界，那不真怎么行？妄心是决定进不去的，境界不同。必须要锻炼纯真无妄，练在哪里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练。在生活上练，在工作上练，在待人接物方面去练。我样样都用真心，我们用真心很简单。不像这个大臣，那个很难。我们的真心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，其他的杂念进不去。那叫功夫得力了。见色闻声，六尘对六尘境界。六根对六尘。所起的念头全是阿弥陀佛，这才行啊！阿弥陀佛是自性，能大师说得好：“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。”自性就是阿弥陀佛，能生出来的万法，当然也是自性。那就是什么？见心不见相，不着相。这真念佛人呢，这真会念。着相不见性，那就坏了。要从相中见性，问题全解决了。性是什么？性是真如，性是实相，性是涅槃，性是第一义。
啊，这些平常搞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那我们这一生，真的是方先生所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我们在这个世间随时可以往生，对这个世间没有丝毫贪念。啊，只要真的没有贪念，真的心是阿弥陀佛，我们跟阿弥陀佛，就像那个热线的，永远通达了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现在我们很清楚，阿弥陀佛知道。我们身体状况，阿弥陀佛也知道。我们度过还愿关呢，无论是起心动念呢，是我们这个细胞的震动啊，这个波动啊，才动，它就周边法界。阿弥陀佛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对我们了解太清楚了。啊，缘成熟了，他自然现身来接引我们往生。啊，他还不来，不来两个原因，一个是我们有业障，啊，另外一个呢，那我们住持还有表法的作用。啊，这就是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，我们要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佛菩萨，啊，让他去安排，我们对自己一切不管了，啊，佛菩萨安排。这个好啊，为什么好在哪里？妄心丢掉了，妄心淡薄了，一切佛菩萨照顾啊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对得起佛菩萨，那佛菩萨必定照顾我。啊，我们跟佛菩萨心心相印。啊，这就对了。所以学佛菩萨内无我念，我想就是我念，里面内里都没有我念。啊，别人不管他侮辱我、毁谤我、陷害我，啊，都没有一点怨恨。为什么呢？这都是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他为什么生这些不善的心？他的迷惑，全是假的。他是妄心在作祟。我们用真心。啊，真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。对，他用妄心对我，我用真心对他。啊，妄心继续搞轮回。真心不再搞轮回了，啊！这一次决定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。啊，所以内没有我念，这就离惑因，迷惑的因离了了。不着六尘呢，是离惑缘。因跟缘都立了，六道的果不会现前，你就出立六道了。如果你有六道的因，有六道的缘，你怎么能出得去？佛菩萨想借你往生都没办法。所以我们要把六道那些绳索统统斩断，你才能出去啊。
现在我们被六道的绳子绑在身上啊，动弹不得了。五欲六尘，五欲是五条铁链，六尘是五条六条六根绳索，把我们绑得紧紧的，动弹不得。就是佛在经上的比喻，我们把它统统都断掉了，啊，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。啊，断五条铁链，就是内无我念，就断了。啊，断五条绳索，那就是不着六尘，啊，这个。六条绳索也断了。静心云：“内因即立也，外缘是止。”啊，内没有恶念，外面的恶缘就不能影响我们了。故云不着。啊，这是不着的意思。由于无三恶想，乃立惑因惑业之因。六缘六尘为缘，不着六尘，复立其惑之缘，不会起惑了。静心思明其因果，为内立惑业之因，故止住外面的惑业之缘。内外皆离，这要记住，内外皆离，心离啊，不是身离，是心离，这个重要。表面上离了，心没有离，心里还有这个念头，不行。那没有离啊，啊，心里离了，外缘不离是真正离了。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那是什么？那就做功夫给我们看，什么叫离？啊，天天接触，天天就访问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他一点都不沾。他的功夫是什么？念佛，他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那从第一参五十三参第一参，德云比丘教他念佛法门。啊，德云比丘所修的是波州三昧。啊，波住三昧，那叫精进念佛了，我们都没办法了，那要年轻的，有好体力。为什么？这个法门一期90天，很长啊，不是打佛七，佛七7天的，啊，打7个期才49天呢，他一期90天呢，九十天不能睡觉，不能坐下来。啊，所以这个法门叫佛力三昧。啊，可以站住，可以走动，不能躺下来，不能坐下来，90天的日夜不能间断的，这真精进啊！啊，我也见过有人去打波州三昧，可是晚上还是偷偷睡觉啊。那就不是真的了。啊，不是真的，不要做。你干那个做什么？还不是为求名闻利养？那不是骗人的，骗自己。
啊，能做到的就做，做不到的没有关系。啊，念佛的法门非常之多，不必选这个。啊，这个是完全用真心，不是凡夫。善财童子出去参访，他已经明心见性了。像慧能大师那个境界，啊，他的老师是文殊菩萨了，在文殊会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啊，文殊菩萨才叫他去参学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没有明心见性的人，不能参学。明心见性之后，才可以去参学。啊，那参学一戒90天这种修行，他当然可以做到。啊，这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。这我们都要把它看清楚、看明白。啊，53参最后一参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。我们就能肯定善财童子彻始彻终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。啊，无论他参访哪一位善知识，他都没有离开念佛。整个参访过程当中，你看幕后的一段，念得利此，念的是感恩。啊，我看到你们修行的方法，你们生活的方式，我看到了。我听到你们的开示，啊，这个我要感恩。啊，礼辞，啊，礼拜，辞是告别，告别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不学这个法门，我对这个法门完全知道，我不学这个法门，这是告辞的意思。啊，学什么法门？还是学个念佛法门。夜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绝对没有动摇。你看，不妨碍参学。这意思多圆满呐！你想学什么都行，就不妨碍。啊，可是你的心、你的念头、你的方向、你的目标，就在西方极乐世界。就在阿弥陀佛了，啊，学什么都不妨碍。学东西就怕你有执着，怕你有念着的，爱着的，想着的，那就麻烦了。啊，那他就障碍你往生了。啊，他不障碍你，你什么都可以学。佛法圆融啊。佛法无碍呀，这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啊，这才是最高的享受。如果有障碍啊，那就不能算是最高享受了啊。最高享受就是世事无碍啊。善财表演做出来给我们看。啊，所以方老师告诉我《华严经》，这是他自己一生最欢喜的。他说这是全世界最完美的哲学概论。啊，这里头有最高的理论，有精密的方法，最后还带表演。这样的教科书，全世界找不到第二种。啊，所以景心思在注解里面所说的啊，真正是内外独立了。
这是利欲、利因、利缘啊，内外界理。下面这一句呢，是念佛，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啊，这个寡妇自诵译，这个经文是诵译本的原文，但要但呢为为的意思，读的意思啊，此二句与前面二句应一起读下。前二句啊，是万缘放下，就是不起贪嗔痴住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有善根，一口气念下来，意思非常完整。前面两句不起不着，是万缘放下，这两句呢，意念单体啊，就是提起正念呐、啊。此正敬业之纲宗，纲是纲领，宗是宗旨啊，是敬业的纲领宗旨啊。啊，修净土确实是如此，万缘放得下。这一念提得起，这一念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！所以念佛堂的堂主啊，堂主的口头禅，放下万缘，提起正念，就这两句话啊！念佛堂发现了同修当中有昏沉的，有调举的，调举其实有妄念啊，昏沉就是佛号提不起来，就大声叫这句话啊，放下身心世界啊，放下万缘，提起真念，华严经名十地菩萨地地不念礼佛，这用华严做证明啊。什么人真念佛呢？登地了，华严登地可高啊，华严经上啊，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初住菩萨了啊，慧能大师的开悟啊，在华严经是初住啊。你看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三十个位次，到登地的时候，初地是第三十一个位次，这么高的地位了。啊，往上去，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一直到十地都念佛。啊，地地不离念佛啊，这个意思就是从初住到十回向的菩萨，这三十个位次不一定念佛，但是登地之后啊，没有不念佛的。本经大教缘起平云，去来现在佛佛相念，前面是菩萨，十地菩萨，现在讲佛，佛都念佛这是什么味道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，
阿弥陀佛了。起心动念，多念十方诸佛。十方诸佛念弥陀，弥陀念十方佛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记住，我们在内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本来是佛。弥陀念不念我们？念呐。弥陀不念我们，我们怎么能成佛？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呐、一定要能体会到啊！我念弥陀，弥陀念我啊！我不念弥陀，弥陀也念我。这是事实真相啊！弥陀既然念我，我怎么能不念弥陀呢？弥陀是自心弥陀，净土是唯心净土。弥陀极乐世界跟我关系多密切啊，完全是一体，没有分隔，没有分离呀。又观复三昧经，这里都说二十会中，即有十方诸大菩萨，其数无量啊，各设本源，皆以念佛。皆以念佛等，这是《观佛三昧经》上讲的。十方诸大菩萨，其数无量啊！请他们。说说他们修行的本源，没有一个不是说以念佛得到的。又佛告阿难，这个又还是同一部经，如今善知。圣无王舍，这是劝阿难尊者呀，你今天要好好的保持住，千万不要忘掉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三世诸佛，皆设如是。念佛三昧，没有一尊佛不讲念佛三昧。我与十方诸佛即心皆初佛，从初发心呢，皆因念佛三昧力故啊，得一切种子，得一切种子就是成佛，就是得无上菩提。佛是怎么成佛的？念佛成佛的，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！为什么念佛成佛？
这一桩事，现代科学家告诉我们，念想能量之大，无法估计，这个能量太大了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那我心里想佛，不就成佛了吗？想菩萨就成菩萨了，一点都不错。那我现在想佛，为什么没成佛？是我们的想没有专想。我们现在的想是杂乱的思想，心里面妄念太多。就是心的念头太杂了，太乱了，所以它的效果就减弱了。不能达到我们预期的愿望。如果把这个念头能量集中，把杂念妄想去掉，这个念力就大了，就不可思议了。念佛当然成佛。净宗，同学都知道，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的理一心不乱。什么叫理一心？你这个一念里头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就叫理一心。理一心真心呐。还有妄想，还有杂念，这是四一心。四一心是什么呢？大乘经上佛讲得很清楚。你没有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断了，但是还有尘沙烦恼，还有无明烦恼，这叫四业心，比凡夫超过了，凡夫做不到，凡夫有杂念，有妄想，有见思烦恼，就是有错误的看法，有错误的想法。夹杂在念头里头，这不叫一心。错误的看法没有了，错误的想法没有了，这叫四一心。四一心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生方便有余土。他不是在凡圣同居土，凡说明凡圣同居土的人，还有见思烦恼，就是说有错误的看法、错误的想法，他专心念佛，临终最后一句心里头还是想阿弥陀佛，这样往生。这三凡圣同居土。那么方便有余土，可以说从小乘出口以上，一直到
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全教菩萨、十法界里面佛、往生，通通都是道，方便有余土。方便有余土里头，三杯四土，这个酒品品味不一样。小乘出苦，那是下下品。二果可能下中品，三果就下上品。一级一级往上提升。这是我们能够体会得到的呀。离业心呢？杂念妄想全没有了。离业心就是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这是离业心。得难得了。离业心超越十法界了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生十宝庄严土。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念到，离业心不乱，造作极重罪孽的人，在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，劝他念佛，他立刻就相信，立刻就正干。在这个要命的关头，他什么念头都忘掉了，只有一心念佛，那是离业心。所以这种人往生品位会很高。我们看到很惊讶。多少人念佛念一辈子，一天几万声佛念一辈子，往生品位还不如这个人。那到底什么原因？用心不同，他用的是真心，虽然是一念生念，是真心。你虽然每一天十万声佛念了几十年，你不是真心，你这个念子里头有杂念在里头，有妄想在里头，所以敌不过人家一念生念真心。这个就是说，真的是可贵呀，假的不可贵呀。真心从哪里学？最好是从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学。处事待人接物，用纯真的心。没有恶念，只有善念。我们常说纯净纯善，这个心好啊。纯净纯善，我们说了很多次，看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，看一切万物皆是阿弥陀佛，纯净纯善。没有一样不是阿弥陀佛，我们的念头集中了。这个不是阿弥陀佛，那个不是阿弥陀佛，不行了，把我们的念力分散了，我们念力都有夹杂了。不能夹杂，那就是全是阿弥陀佛，变法界虚空界就一个阿弥陀佛，我们念头才能集中。这是一个很好训练我们意念集中的方法。还有比这更好的吗？
找不到了。纵然找到，没有这个殊胜。为什么呢？这一念里头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你念其他的念头说没有佛加持，这个有佛力加持啊，这就无比的殊胜呐、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一定要学习啊，我们希望在这一生当中有高的成就。释迦牟尼佛慈悲也，对阿难说，就是对我们说的。啊，我们要善持，善持就是持名，持名念佛，啊，胜勿忘舍，不要把它忘掉。三时诸佛，皆说如是念佛三昧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这里交给我们啊，这是这个经是观佛三昧经啊，说明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，一切诸佛如来都讲这部经啊，不但讲，他还说，你看，我与十方诸佛即行劫千福，从初发心呢，皆因念佛三昧六苦，得一切种子。就说得很明白吗？啊，让我们想到净业三福最后一条，发菩提心，身心应果，读诵大乘全经行者。身心因果讲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。念佛是成佛之因，成佛是念佛之果。啊，这一个因果，很多菩萨不知道啊。啊，佛在这里告诉阿难了，我们有缘呢，听到了。是故弥陀也如世尊即十方如来从初发心皆因念佛三昧证无上菩提，故但啊，故但要意念诸佛也啊。那么在此地我们就明白了，诸佛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诸佛。这个解释古来祖师大德常说，念阿弥陀佛一切佛都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。啊，那我们就明了，每逢过年的时候，过去这些寺院庵堂都举行什么呢？万佛法会，拜万佛。啊，佛曾经给我们说了《万佛明经》，这部经佛讲了大概有12000多尊佛号。啊。过年的时候大家拜万佛了，我们现在知道拜万佛不如拜阿弥陀佛好啊。啊，万佛你常常分心的，这个人佛那一尊佛啊，你在那分心，阿弥陀佛不分心，阿弥陀佛就是万佛，万佛就是阿弥陀佛。
百万佛不如大佛起，大佛起一心不乱了，百万佛心都散掉了。佛法修行，目的在哪里？目的在我们得定，应界得定，应定开慧眼。专念阿弥陀佛可以得念佛三昧，拜万佛得不到万佛三昧。这些道理懂得，我们自己才晓得应该怎么做法。那拜万佛人修福报，目的在此地，他的目的不是在得三昧。如果要想得三昧开智慧，那就专念阿弥陀佛。所以佛教我们，丹药，丹就是毒药，毒药、文药，药是爱好。只有爱好阿弥陀佛，只有爱好意念阿弥陀佛，意识心里常常想着，念是念念不忘，想着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法，全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其实呢，就是阿弥陀佛。我们就能够把杂念变成一念了。这是个很好的办法。所修善根，指诸佛所修的功德。经上这一句，给我们说的这么清楚，诸佛所修的功德是什么呢？一佛一念佛德。特别是阿弥陀佛的大德、大能、大智、大愿呢，帮助变法界、虚空界，所有一切六道轮回里头的苦难众生，你说这还得了吗？不得了啊！他在那边建立极乐世界，主要是度六道苦难众生，至于二乘、三贤、十圣，乃至等觉菩萨是附带的，主要是度这些罪苦众生呐，这个恩德多大！不是度一个世界，是度十方一切世界，不但十方，还包括三世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普度啊，恩德太大了，感恩图报。我们如何感弥陀的恩？我们怎样报弥陀的德？唯有依教奉行，依这部经的教诲，
我们真正的往生到极乐世界了，见到阿弥陀佛了，这就是报佛恩。这是真正的感恩戴德了。我们在这个世间搞一辈子，到最后还搞到六道轮回，那就辜负阿弥陀佛的恩德了，错了。这段话讲得太好了，是与其的。真正报恩的时候，我要成佛，我要跟阿弥陀佛一样，是名一佛，佛之善根，念佛最甚，敬于其等，故一当持名念佛，名具万德了，总摄一切善根，故知老实持念，实暗摄一佛功德也。说来说去，说到最后，归结到持名念佛，这持名号无量无边的功德了，所以发的心要大，不要害怕，我到极乐世界想成佛，要跟阿弥陀佛平等，那阿弥陀佛能答应吗？怎么可以跟他平等呢？怎么可以比他高呢？实际上，阿弥陀佛就希望你跟他平等，希望你比他更高。父母爱儿女啊，希望儿女的成就啊超过他了，他心就很快乐了。如果这个儿女跟他差不多，他摇摇头，勉强了，不如他，他就叹气了。小孩不争气，不如自己，不如这家衰下。如果儿女超过自己，这家兴旺的像。就古人做官戴着那个帽子，你们细细看看，你看这个古老的评剧昆曲做官的戴着个帽子后面高出来，前面的后面高出来，像楼梯一样，两层。这个帽子叫什么？叫敬贤冠。前面这一层代表自己，后面代表后代，后代要高出我们。存这种心呐！设计这个帽子，叫你不要忘记呀。后人要超过我们呐。这个族群，这个社会才会有进步。如果不如我们，就完全错了。皇帝戴的帽子，上面是个平的，像一块平的，要代表平等心的一切众生。通通有意思的，表法的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连这个穿着的服装都要提醒自己。
怎么可能有嫉妒心呢？怎么可能有障碍呢？啊，后人超过前人是进步，后人不如前人是衰败。啊，进步里面最重要的是善行，是积德，积功累德。啊，中国这个族群，值得人尊敬，值得人敬仰是什么？千万年来，历代的祖宗啊，都是积德修善。啊，只是最近200年疏忽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西洋文化到中国来了，中国看到外国人都很稀奇，都向往，啊，把中国自己的东西冷淡了，疏忽了。啊，特别是清朝派到外国去留学的学生，他在哪个国家留学，就崇拜那个国家文化。啊，留美的美国好，美国第一；留德的德国好，德国第一。啊，留日本的日本好。所以回来之后就分成派别，这些派别互相冲突，啊，不但对国家没有带来好处，给国家带来很多麻烦，还不如不留学。啊，这些留学生里面是在讲孙中山先生是接触的，他在三民主义第几讲我忘记了，讲过这么一句话：西方这些国家比中国好的只有机器。机器比中国好，中国没有。除了机器之外呀，它没有一样能够比得上中国。啊，无论在政治，啊，在教育，在各个领域，都不如中国。他说得好啊，他能够看到的是啊，就像中国政治、哲学、学术啊，外国人要向中国学习。啊，孙中山先生在100年前讲的，他看得清楚啊。怎么可以外国人样样都好，中国样样都不如人呢？这个观念导致今天中国的灾难呢。啊，我讲三民主义看了一遍，这句话我非常非常的深刻。啊，孙中山先生死得太早了。如果能够多活10年、20年，中国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啊，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认知。
啊，今天要讲文化复兴，大事业。这不是儿戏。啊，没有共同的认知，现在讲共识是很难成就的。啊，共识从哪里建？佛法这一段经文好用啊。啊，必须从理喻下手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理喻念佛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叫格物致知。佛是觉悟啊。啊，格物是理喻啊。致知就是念觉，真正觉悟了，心才诚啊，诚意真心，他才能做到，然后这个事业才能顺着这个方向发展啊，如果没有真心，没有诚意，什么都做不成功。那真心诚意从哪来呢？从理喻，从觉悟。如果人不觉悟，人不能够放下贪嗔痴慢，不能放下无忧有成。那什么都做不成功，那的先决条件呢？啊，大学上的三纲八目啊，那是圣贤之道啊！啊，不走圣贤之道，怎么能成圣成贤？不是圣贤，救不了中国，救不了世界。啊，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，无法挽救。啊，真的是圣贤心，要做圣人，要做贤人。要利欲，要修清净心，啊，积功累德，那些社会可以恢复安定，灾难真的可以化解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想报佛的恩。报祖宗之恩，要常常念祖宗之德，祖宗的教诲，啊，祖宗教诲的精华，真的就是这一部四书，朱熹编。啊，我相信朱熹编四书那个灵感是来自华严经。啊，这个是我找不到证据，这是我的想象。为什么呢？朱熹也读过佛经，在佛经上下了很深的功夫。我相信他读过华严。为什么呢？四书编辑的这个思想跟华严经完全相同。
啊，方东美先生告诉我，《华严经》是一部我最完美的佛教概论。啊，里面有理论，你看四书里头，中庸是理论，有方法，大学是方法。还带表演，五十三参是表演呢。哎，四书里都有表演呢。孔子表演圣人，孟子表演贤人，都带表演。啊，这个意趣跟华严很相似啊，他怎么会想出这个东西出来？啊，孔子把中庸跟大学做出来了。你看，圣人他做到的，孟子是比孔子稍微低一级，贤人所做到的，大圣大贤。这一部书就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，代表孔孟，啊，这一部就足够了。啊，所以汤恩比提到21世纪，这个动乱怎么解决？他就直截了当说。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啊，真行吗？真行。啊，我在伦敦访问的时候。有人问我啊，孔孟的精神是什么？大乘又是什么？啊，我说了四个字，这四个字的根据：孔曰成人，孟曰取义，仁义。代表了孔孟核心的思想啊，《论语》上有一句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我就取这四个字：“仁义忠恕。”这四个字能不能解决现在社会问题？难呐！啊，大乘是什么？大乘是。真诚慈悲啊！孔孟仁义忠恕落实在五伦八德。大学里面三纲八目啊，大乘落实在十善三规五戒20多年前，我们在美国。啊，金总学会在美国建立了。我们提出金总同学修行的守则，
啊，一共五个科目，简单不复杂，人人都能记得住。啊，我们的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要守住这个原则。啊，第一个，敬业三福；第二个，六合敬；啊，第三个，戒定慧三学；第四个，菩萨六度；第五个，普贤菩萨誓愿。好记，不复杂了。如果我们真能够落实，化解社会的冲突，帮助社会恢复安定和平，真能做得到。啊，汤恩比的话没有说错。啊，唐太宗曾经说过，佛法能治国，佛法能平天下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大臣跟儒家完全相同，帮助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啊，这是大臣普世的教育。啊，普是普及，世是整个世界，普世的教育。啊，它的功用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除这个之外，你还要想提升啊，大乘佛法的有帮助，你不断向上提升。提升的是什么呢？提升的是哲学、国学。啊，确实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高等哲学。啊，我们学了60年，跟现代的科学响应啊，这些量子力学家的报告我们看到了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，证明佛经是高等科学。啊，所以我从开始接触，我没有把佛教看成宗教。啊，我提出证明，名不正则言不顺。啊，那么佛到底是什么呢？佛教是佛陀的教育，加两个字进去就行了，佛教加上佛陀教育，不就明白了吗？啊，佛陀的教育，啊，儒家孔孟教育，这佛陀教育，啊，佛陀教的什么？五个科目：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科学、哲学。没有迷信呐，对人类有大贡献呐，带给人类是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幸福。啊，古人聪明，
接受了，完全接受了，这中国老祖宗啊，真的说是照单全收啊，只要是佛说的经典都欢迎了啊。现在人200年这个疏忽，没人讲了，变成非常陌生，对他产生了误会，说他是宗教。啊，今天社会乱了，世界上灾难来了，找不到解决的方法。有不少人回头，这不但中国人，外国人啊，外国人许多人到中国古老的传统里去找，到印度婆罗门教、印度教、锡克教跟佛教经典里面去找，希望能找到智慧，解决先前苦难的问题。啊，佛教在中国2000年，清朝中叶以前，世世代代在家出家，多少高人在修学，啊，都有非常杰出的成就。这是佛法对中国的贡献呢。啊，那么在这段里面所说的，啊，最后接到念佛，啊，我们要想祈等，跟谁祈等？跟诸佛祈等，跟阿弥陀佛祈等，那就当也当持名念佛啊！念这句佛号，为什么？名具万德，阿弥陀佛的名号具足万德。前面说得很清楚啊，万德洪名，不是一句赞叹的话。我们认为他赞叹错了，他是一句道道地地的真实话，真正是万德之名、总名啊，总摄一切善根，世出世间一切善根、一切善法都不离这个名字。所以只要我们能够老实持念啊，实实在在这个名号里面呢，就是摄受啊一佛功德在里头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要跟阿弥陀佛等齐啊，所证的跟阿弥陀佛平等啊，阿弥陀佛所证的是究竟圆满，那么跟他平等呢，也就是我们的证的也是究竟圆满，这就对了。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愿望，他建立极乐世界，戒引我们去往生，目的在此地啊，希望个个成就，个个跟他一样。我们不但要把这个作为是我们的主修第一个目标，同时我们在这个世界还没离开，
我们尽量把极乐世界好的地方，在现在这个世界还可以能够落实的，认真努力去做。把极乐世界好方法，帮助我们这个世间人身心健康，家庭幸福，事业成功，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经典里头有理论，有方法，我们要善于运用没有白学。不信的人他也得好处啊，他得利益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